是个宝贝，谁找到了谁不累。明天是你考驾照最后一科的项目的考试了啊！我为了确保你顺利过关，我得给你制造点氛围。制造氛围管用吗？当然管用了。哦，你古代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知道不？嗯，环境氛围非常重要。嗯嗯，爸，您这么造这么大的声势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别紧张啊，我告诉你，千万别有压力。嗯，就算这个驾照考不下来，嗯，你将来开不上车，咱家那个道奇驴给你了。爸爸，你这让我说什么好？你把你最贵重的物件给了我。爸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的爱。往下唱，我就会这一句。行了，你学习吧啊，学习吧，哎，学习。哎呀，哎，这孩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好。爸爸，怎么的了？看看什么标志？这个我知道。禁止鸣笛。住口！大姐不学习呢。嗯，赵刚呢？赵刚，滴滴。干什么呀？我在学习呢。学什么玩意儿？不就考个驾照吗？我是老司机了，有什么不懂的问我。你还老司机呢？嗯，这儿不能站着，不能停车，赶紧走。怎么的？没看吗？这有一个禁停标志。禁停。你走不走？就不走。你要不走，我给你贴条。让我贴条？是，我不在这儿停，我吃饭去。站住！怎么的，爸？没看见这地方禁止直行吗？那饭搁那儿呢。右转弯。到前边挑个头再回来。哎呀，我吃个饭我还挑个头，这得费多少油啊。哎，我这一看呢，当初学那点交规也让你忘得差不多了。爸，嗯，他当初学的就不好。你快拉倒吧，赵刚啊，还我学不好？我学的再不好，我也是个老司机。你还老司机？爸，嗯，我坐过他车啊，嗯！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坐他车给我吓坏了。快拉倒吧！你交通规则方面你照我差远了，我告诉你。顺风，这我还真不服你。你敢不敢跟我比比？我敢跟你比，怎么的？爸，你出题，哎，我们俩比比，你敢吗？敢。行，来。还怎么的？哎，请听第一题：一辆小汽车，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，从 A 点到 B 点，有360公里，请问，共需要多长时间？要交多少停车费？我答，需要2个小时，交16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。错。如果要2个小时的话，得交1160块钱。怎么多了一千呢？超速50%，罚款1000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这是喝了点酒蒙住了，这还有超速的事呢。那个爸，你再出个题。请听第二题：你开车行驶在马路上，突然车前面出现了一个人，一条狗，你怎么办？撞狗。你有病啊，你踩刹车呀，你撞狗干什么？狗招你惹你了？场上比分2-0，这又蒙住了。爸，你再出一个。再给你出道题啊，再出一个。你开车走到了十字路口，遇到黄灯怎么办？踩刹车让行。不怕人笑话你，这点交通规则都不懂，你见过黄灯没有啊？咔嚓咔嚓咔嚓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啊，那就是快点走快点走，别耽误后边冲过去。钱顺风纯属是胡说八道，
现在场上比分，赵刚子完胜。什么完胜啊？赵刚子就是完蛋。哎，我说你考驾照有什么用？你得到了驾照，你啥也没有啊？你我怎么没用啊？你干啥？我掌握一门技能不行吗？啊、再说了，咱们社区吧、嗯，最近有很多呀，都是新司机，嗯，尤其是很多人倒车的时候不行，嗯，我要把它学好了，我可以帮人家业主倒个车什么的，对吧？还有我自己，我以后也可以买车呀。就是吧，你买车，怎么的呀？我攒钱，我不能买个车吗？你等你把钱攒够了，我都买飞机了。钱顺风啊？怎么的？你别这样行不行？怎么的了？我告诉你，啊，我没车不要紧。怎么的？爸已经答应了啊，把他那辆道奇驴先给我。没车，我先开道奇驴，我先找感觉。爸爸，你就是偏心眼儿。你这么心爱的道奇驴都给他了？我心爱姑娘都给他了，道奇驴多啥呀？是吗？哎，你喝酒了吧？喝了一点，怎么的？你开车回来的？你看大姐，我这一点我懂，不能酒后驾驶。对，酒驾都入刑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驾驶执照都扣了11分了，不敢开了。那你怎么回来的呀？我雇了个司机。别吹了，你还雇个司机？钱总，我，钱总，谁呀？我的司机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进来吧，进来。哎，哪去了，大哥？姐夫，姐夫，钱总，你来就来吧，怎么还迂回着过来呢？我这不按照指示标走过来的吗？人家这是专业。钱总啊，啥事？咱那车让人拖走了，你咋不看着点呢？我就说那地儿不让停，你偏让我停那儿，那不警察给来了吗？顺风啊，你看你，让你好好学习交规，你不学，你别教育我。没事啊，明天把车取回来啊，交罚款，该挨批评挨批评啊。你取车行，我把钥匙先给你。哦，行。顺便呢，我给你辞个职。那怎么辞职呢？你这儿太危险了，我给别人干活是挣钱。我给你开车要命，钱总，我说心里话，我还想多活两天，行不？行，大哥，好，大爷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走好不？钱总，你别拦我了，慢好了，快走吧，再见，姐夫。哎，走了，大爷，我走了啊，再见，快逃命去吧。什么叫逃命去吧？哎，你别，真逃命去了。你可真这车，我这，哎，大姐夫。啊，哎，好好学，哎，一定好好的，明天把驾驶执照拿到手，啊，哎，怎么个意思？我这车送你了。哎呀，钱顺风，敞亮。那就是我大姐夫吗？刚子，哎，以后咱可别说顺风小气了，你看敞亮人。爸，我怎么觉得是个坑呢？他是不是又坑我呢？我看不像啊，顺风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是不是个坑？我又不是个种树的，我挖那么多坑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我相信你，不能。这大姐夫送你个车，你看我怎么觉得？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，就看你答应不答应。你说吧。你看啊，啊，车都给你了不？啊，我回头上下班午的，你顺便接我一下，送我一下，不过分吧？爸。看见了吗？这就开始动敲了。你多心了，这不就是个捎带手的事儿吗？还有吧，你看二米粒现在怀孕了吧？啊，偶尔得去趟医院做个孕检啥的，你抽空接一下送一下，不过分吧？看见了吗？已经动土了，捎带脚的事儿。还有吗？二米粒生产那天，你得全天候的伺候一下吧。明白，司机兼保姆呗。对呀，让你当保姆我也放心。啊，坐月子那一个月，你需要个奶瓶啊、尿布啊、尿盆啊啥的，你都买一下，这个不过分吧？看见了吧，坑已经挖好了，咬咬牙，一个月就过去了。对呀，还有吗？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大人得跟着呀，是吧？车我都送给你了，你接一下孩子，送一下孩子，这个不过分吧？看见了吧，坑里边已经注水了。这没几年的事儿。
还有吗？孩子上小学以后，那就不是接送的问题了，不光要接送，还有一些课外辅导班，比如说游泳课呀、钢琴课呀、体育课呀，哎，你都接一下送一下，不过分吧？没事儿，你也就是后半辈子扔车里了，对吧？你看将来我的孩子，将来就得上初中，上完初中就得上高中，上完高中就得上大学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得谈恋爱，谈完恋爱就给我生了个孙子，我这个小孙子可可爱了，你得接一下送一下吧。爸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恐怕爸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顺顺啊，哎，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吧。怎么的了？我算明白了啊。你说你是打算把我跟你这辆车一起干报废了算是不？啊，你太狭隘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你这车我不要了，哎，我决定了，哎，还用爸的道奇驴。你说我大姐夫这个人就是心胸狭隘，给这个车他不要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有驾照没？顺顺啊，我都60多奔70的人了啊，我有考驾照的必要吗？我岳母应该学一个驾驶执照。顺顺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你真应该好好学学交规。顺顺啊，你说你不学交规，对别人不尊重，对你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。是啊，我的驾驶执照都已经扣11分了，我现在不能开车了都。不要紧，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司机，你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开，你说呢？大姐夫，我明白了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司机。对，来，跟我一起学。我跟你一块学。来，跟我学。要注意秩序啊！咱们今天都是来做好事的，咱是来献血救人的啊！我再说一遍，验血的到这边来啊，抽血的到那边去，抽完血的朋友一定休息一会儿再走。不是孟哥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都累一天了，赶快回家休着吧。我可不能回去，我累啥呀？我都看你累了一天一夜了都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？倒是你，赶快回家歇着吧。那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我争取到的，我志愿者的指标，我得让街坊邻居们我看看，我前日门我是个好人，我好样的我。行啊你，觉悟挺高啊，点赞。是是，哎，护士。哎，不是，平时啊，你看咱俩还有个聊天的时间呢。啊。他今天在医院咋这么忙呢？哎呀，是这样。这今天不是送来4个受伤的消防员战士吗？是，我知道啊。对呀，所以你看这医院这里里外外的献血的人特别的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头疼的事儿。咋的了？这4个消防员战士当中有一个人的血型还特别的稀少，哎，把我们都急坏了。啥血型啊？叫 RH 阴性 AB 型血，就是那个俗称的熊猫血。熊猫血啊？对。那可是挺稀少的。哎，哥。啊。你平时朋友那么多，你好好想想，他们当中有没有这血型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你念念我的，你看我是不是？我要是我先。拉倒吧，你今天都抽3回了。你好好寻思寻思，大夫咋跟你说的？你有3高，你的血液不合格，你献不了。我真是愁死我了！我说以后为了献血，我得把酒戒了。这不吃海塞的可真不行。护士，啊，你刚才说这种血稀少，怎么个稀少法呀？10000个人当中，大概有4个人吧。赵护士换药。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哥，哎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你赶快回家歇着。行，你快忙吧。好嘞，没事，你甭管我。来了，10000个有4个，那100000个有40个，100万有400个，这也不少啊。不是，咋都不来呢？不是，大夫，大夫，小姨夫。顺风，哎，你调到医院工作了？我没调在医院，我是今天的志愿者。哎呀，志愿者捣什么乱？不是，哎呀，大夫，小姨夫，不是，你今天医院特别忙，你别在这捣乱，你有病啊？你有病？我在车上听了，听广播，广播里说献血，我就来了。啊，你来献血啊？你是熊猫血？怎么说话了你？啊，你才熊猫血。你大猩猩，你小猩猩血，你什么？我是 R H 阴性 A B 血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护士，护士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是我小姨夫，哎，护士啊，你好，他是熊猫血，他是熊猫血，就是他，你是 R H 阴性 A B 型血，对对对对对，但你是来献血的吗？啊，
哎呀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我先给你验一下止血，看看你合不合格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就看你这个人及不及格。完了哟，咋了？你不是不知道呀？啊，我从小学到大学一次都没有及格过。后来大学毕业证是补了13次考才通过的。说什么呢？你理解错了，是我也没说清楚，不是你的成绩合不合格，是你的血液合不合格。锻炼一下。啊，那合格。我这身体没事儿，你说吧。好嘞，那我给你验一下止血，是用一个手指头。哎，好，可能有点疼。血啊。你去化验吧。那他呢？没事，我小姨夫体格棒着呢，他就是太紧张了，我估计。是吗？快去，有我呢，快快快。那有事得喊我啊。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你看着他点儿。小姨夫，小姨夫。哎呀，一二，开开开。哎，小姨夫。哎呀，我天，这还晕倒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媳妇儿，赶快把衣服收起来，下雨了。不是你媳妇儿啊，我钱顺风。顺风啊，那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在医院呢，你来献血来了啊？对对对，我来献血来了啊。献了吗？献了献了。那你就放心了。不是，哎呦，咋回事？刚才嘎就过去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这个人吧啊，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啊，一看见血我就晕。晕血。行了啊，我就说他没事了哈。同志，跟你说一下，你的血液是合格的。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这个人活着还是有用的。当然有用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顺风。哎，谢谢你，小妹妹。没事儿。那行了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忙吧，我走了。好，哎，再见。太好了，你站住！回来。没事，我就。不是你还没线呢？到哪儿去你？那刚才干什么了？刚才是化验。刚才是验你的止血，这还没抽呢。来来来，对，我也是觉得从胳膊上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来来来，把袖子来来来啊！哎呀，你别紧张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是熊猫血。哦，我是我跟你说，这里面你啊，你抓紧时间，人家这个消防战士还等着用呢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着什么急？全家人稍微有点凉，我没事，你啊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哎，醒醒，没事没事，醒醒！刚才他跟我说了，他晕血。哎，你看我的。抽！你抽！我不看你。小英子，你别往这看啊。嗯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啊。这个抽法不行啊，这个抽法小姨夫把别人给救了，我小姨夫没了。我知道哥，我们医院也是有规定的，人在休克的状态下是不能给抽血的。我明白了，必须在我小姨夫清醒的状态下把血抽了，最好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小姨夫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，他不是个胆小鬼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一会儿我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把血抽了试试啊。抽着呢吗？抽着呢，抽着呢。那他怎么在这儿？啊！我没法给你抽，大哥。你们两个骗子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小姨夫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，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啊。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呢，是不？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，你那个时候你多英勇啊，你啥都不怕，怎么今天在这嘎就过去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勇斗歹徒。歹徒的血我不怕，我怕我自己的血，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。晕血还分你的我的他的？就是个胆小鬼。就是你才是。行，来，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，
来，你把我制服了试试，你让人看看。我在公交车上，我一个手治歹徒，就像你这样的，我不用手就治你。一个手，你用啥一个手治歹徒啊？我得拽着把手，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。能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把住他那个手，别让他玩了。好的。我怎么可能玩？就是你把住，你把好了，把没用啊。把好了，来开始啊。小戴，哎，别管闲事儿，知道吗？管闲事儿，我让你好看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没看见还则罢了，我看见了，今天你就姓小逃出去。不服是？我还吃不了。来来，我往哪儿跑啊你啊？我不服！哎哎哎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不行，还不行！我不服！你不服是吧？哎，走一个！哎呀，我不服！哎，我怎么样？还差一点，我差一点不服，再来一点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够了，服了。这你还跟我这，我脚都没用上，他这忙活半天啊，我也不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刚抽的，你的血。小姨夫，醒醒，大哥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咱俩差辈儿了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。你抽完了没有？抽完了，抽完了，赶紧救人。那他呢？哎呀，你别管我了，这交给我。那行，你看着他点儿。小姨夫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干？坏了，不管用了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我献了一大堆血。啊，小姨夫，啊，你没做梦，你就是献了好多血，你献了400cc 的血呢。不，献了就好，献了就好。小姨夫啊，你今天为了献血都晕倒了4回了，你的身体今天好像不是那么强壮。你今天用啥非要献这个血呀？顺风啊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。啊，你来。哎哎，咱们家老房子以前着过一次大火。哦，在那次大火当中，我的腿被倒塌的房梁砸着了，我怎么抽也抽不出来，鲜血直流。我想完了，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。哎，朦朦胧胧，消防员战士冲了进来。他把我背了出去，送到了医院，因为失血过多，必须输血。经过化验，我是 Rh 阴性 AB 型，熊猫血。医院没有啊，还是那位消防员战士，他站了出来，他说我就是熊猫血，我得救了。但是我到现在，我不知道那位战士的姓和名，但是他的坚定的目光一直在我脑海中，久久不能忘怀。今天我在车上听说有人受伤了，正好是我这种血型，我不管谁受伤了，我一定要来，我要把血献出去，我要献出我这份爱。谢谢你春芳，你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。小姨夫，你是个好人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好样的，血已经给战士输上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这个血就算咱们三个一块献的。小姨夫，你是熊猫血，这血是你献的。对。
哎，那我们能去看一看这位战士吗？对呀、啊。现在还不行，等他醒了，你们明天再来。哦，那也行。小姨夫，你回去休息休息吧。那行。对啊，回去休息休息。哎，走。慢点啊。哎，那个针眼24小时不能。下雨了，小姨夫，咱还走不了了呢。不行啊，下雨了我也得回去。咋的？我得给你小姨做饭呢。可咱没有雨伞呢。小姨夫，我这有伞。哎呀，一把就够了。对对对，谢谢你啊。正好明天我们在那看那位消防员战士，顺便给你还伞。好，行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。希望在你手中，阳光总在风里，是星星的彩虹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事儿啊，今儿个可多亏你了，我可遇着大好人了。阿姨，这是我应该的啊。哎，我下次跟您说，再出门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哎，我呀，这不是嘛，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，叫什么？消消乐。哎呦，我这摁上瘾了，走着走着，吭哧就干水坑了。哎呦，阿姨，您说您真行，还玩消消乐呢。哎呀，本来啊，您掉水坑里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，没想到您这。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，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起来，快坐快坐，坐下吧。哎呦，真是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们，你说这衣服脱这儿。阿姨。哎，阿姨。怎么的？这是二米粒家呀。对呀，二米粒是我女儿，你认识她呀？哎呦，我说怎么那么熟呢？啊，我来过你们家。啊，二米粒是我的同学，我还来这修过锁呢。你来过我们家呀？对呀。啊，还是二米粒同学。是，那就更不是外人了。啊，哎呀，你瞅瞅，为了救大妈，这衣服照的这个脏，快脱下来，大妈给你洗。没事没事，阿姨，我自个儿回家洗。哎呀，你看自个儿洗什么？这出去多难看呢。没事儿，方便。哎呀，这说洗就给你洗了。真热情。哎，你看看这就对了。哎哎，对了，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，穿上别感冒了啊。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。这我还得穿上。阿姨，穿上穿上。哎呦，呵呵呵。哎，其实我不冷。哎呀，穿上吧，这还有拖鞋。哎，放松放松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瞅瞅这大老虎，还是坐垫啥的都给你弄上。这袖子在哪儿呢？阿姨。嗯啊，在这边。啊，对呀，对对对，这还有帽子呢。还得扣着帽。我感冒不了，没事儿。真好看，你看。哎，行，你就在这休息，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，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。哎，等一下阿姨。这不用洗啊。你看，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。啊，这塑料包装挺好，没进水。啊，那行，没事儿啊。孩子，你搁这屋随便啊，这就是家。那有啥你吃啥啊。好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。哎呀，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，热情似火。加了一晚上班，连觉都没睡，困死我了。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。哎呦，困死我了。老哥，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？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，讨厌。
二美丽儿。啊。干啥呢？钱顺芳，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怎么呢？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，你就是不干，你非要去签合同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。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？真的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想听。你想听什么呀？媳妇儿，你跟谁躺一块儿呢？你呗。是我吗？不应该是你哈，你谁呀？耗子。哎，二米粒啊！哎呀，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，顺芳？大老虎？咋回事啊？哎呦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可能是这么回事，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，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，我就耗子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还穿老公的睡衣啊？没事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，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，我可能是蒙着了。嗯，对啊，我重来一次啊。啊，不能啊，我回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一切这么美好。哎，两只小老虎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解释解释呗。耗子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？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？你别跟我解释，你跟他解释去。哎呀，这是费劲的。老钱，哎，耗子，我掉坑里了。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？你掉哪个坑里了？你别把我拽进去。你妈把我拽坑里了。等会儿，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？我妈，别瞎说话！我就问你，你怎么来的我家？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？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，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，路过一个自由市场。你说重点。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，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。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，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，然后我一身泥，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，然后让说给我洗衣服，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，就站在这儿了。老公，听明白了吗？是我妈把他带来的，不是我。你媳妇儿，你我肯定是相信啊。你在这儿歇会儿啊。哎，你别动啊，你坐。干啥呀？这是？坐那边，那边是。耗子啊，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，怎么的？现在改编剧了？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、啊。我告诉你，耗子，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。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，我说了好几回，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，我穿着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今天我明白了，你穿着合适啊。怎么回事啊？第二大不合理，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？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，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，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，就这么屁大点功夫，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？你推的？不是，那第三大不合理呢？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。阿姨都回来了。我妈回来了啊？搁哪儿呢？她给我洗衣服去了。找着了。第三大不合理，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，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，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？哎呦，顺芳，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？哎，此言差矣啊。啊，媳妇儿，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？你生气啊？街坊邻居们，我生气了吗？我现在是生气了吗？救命啊！你憋回去吧。不是怎么的，钱顺芳，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，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媳妇儿，我相信你，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。俩老虎躺一块儿，你说冲击力太大了。哎呀，老钱啊，这事儿啊，我给你解释清。你看这一对儿，我也解释不清了。我把阿姨找回来，她能给你说清楚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。脱下来我咋走啊？你爱咋走咋走，你咋进来的？你咋出去？
有啥了不起的？哼，不就一个破老虎皮，我脱完我就还给你，我自己也有衣服，我就穿着这个走，你看见了吗？穿这个走、啊。站住！咦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？对，我给我媳妇儿买的。给媳妇儿买的？他给他媳妇儿。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媳妇儿怀孕了。我媳妇儿怀孕7个月了，正好7个月呀，耗子呀，我明白了，该走的不是你，应该是我呀。那个谁，你再见。钱师傅，你干干啥呀？你叫我呀？我问你想干啥呀？啊，你在这说啥呢？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。啊，咱俩生活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媳妇儿，我相信你。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？你信吗？耗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咱解释就解释呗。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？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，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，这不挺合身的吗？哎呀，这我不是给你送的，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。不是胡这事儿，你能给我整明白？你放心。耗子，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？对啊，也是7个月呗。对，这么巧吗？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？他就这么巧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、啊，谁能证明啊？你不相信，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。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，打电话呢？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，电话在我这兜里呢。你等着啊，你打，等着啊，你打，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。门哼，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。喂，媳妇儿，你怀孕了吧？别说，别着急啊，我按上脸皮你再说。说，谁你媳妇儿啊？啊，怀孕了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咋回事？你媳妇儿啊？哎呀，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。你要这么整的话，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，还怀孕了。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、啊，真是你媳妇儿电话，人说你有病啊，钱总。哎，赵会计啊，啊，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？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？啊，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，人家杨总都急死了。哎呀，那杨总这去哪儿了？实在等不了你，回家了呗。耗子呀，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、啊，你啊。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？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？你编什么编呢你啊？你就是个小心眼儿。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，我真的没有编故事。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？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我再打一个。你打。我打，你等着啊。喂。喂，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有病吗？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有病。喂。哎，媳妇儿，谁是你媳妇儿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你有病。我媳妇的电话。谁说这是你媳妇的电话啊？我的媳妇儿，钱总，我犯错了，我拿错电话了。赵会计，你这是玩的哪出？咋回事啊？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？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，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。扯不扯？你这咋？钱顺风，哎，耗子。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？对呀、啊，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、啊。她姓杨。姓杨啊？她怀孕了。我不知道怀孕了吗？肚子老大了，跟她一样。她是我媳妇。妈呀，这么巧吗、啊？哎呀，衣服洗回来了，洗回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咱家咋这么热闹呢？啊，孩子，看着没，我都给你烘干了，快点把这个脱下来穿上。哎呀，阿姨呀，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？哎呀，我本来应该在家洗，
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、啊、泡了一下子衣服，我没来得及洗出来，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，快烘干了，快点，赶紧。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，这样受不了。我被冤枉死了，你跟他们俩说吧，阿姨。啊，咋回事啊？不是妈，你看这一对小老虎，这家让我给撞上了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小心眼儿了？你听妈跟你解释。妈，你啥也不说了啊！耗子，这我就全明白了。你是个好人，你救了我妈。你我跟你说对不起。你相信我啊？我相信你。咋样，问题都解决了？全都解决了，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，是不是？解决了就好，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，都留着这吃饭，我马上准备。妈妈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夫妻之间，我也帮忙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我。你那小心眼的样儿，我能不小心眼吗？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，你是这谁受了啊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。怎么呢？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。你这是夸我吗？当然是夸你了，你吃醋说明你爱我。是，是爱你。打打我爱你。是个宝贝。